每年才秀一两次，寂寞人气爆发啦！Can't hold it back anymore。台北一名林姓女子和丈夫结婚十年，每年却只做一两次爱，一两次。不满的她因此录下自己抱怨性生活时丈夫对她道歉的谈话，向法院诉请离婚，甚至还无情的指控丈夫是性无能。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。 不过丈夫反驳自己需要刺激，但每当想看她身体时，不要看了。再加上和岳父母同住，根本没有私密空间，性行为才不频繁。不过至少还是有维持每个月都会黑手，但如果每个月一次也是有点少啦。总之法官认为单凭录音中的对话无法证明丈夫性无能或故意拒绝，而且她随后又主动和丈夫分居，感情变淡并不能归咎对方，因此驳回诉求。董新闻请努力再战十年，报道。